一个八分拳，做一个挡火墙。后摆讲咱伫遮咧烧茶，啊来叫引入去，去倒滴啊，安尼就无采工啊，哦，就无采工啊。啊，咱先调门口调好咧，咱头前两个通气孔，哦，通气孔，咱来这通气孔的用意咧，就是咱比如讲咱今日温度若冲到上紧啊，咱咧通气孔，咱用这边啊这细的针啊。哦，边啊，细细针啊，咱个插起来，让空气对流较慢，所以内底火会较低。啊呀，火温度冲不到，咱个从这边啊来卡掉。哦，这所以这针啊，这第二用这空气孔会当活动性。咱个卡掉，伊相对空气对流个较紧，顺来火就较严。哦，啊，咱要知内底温度呢，咱边啊只，哦，咱只有迄温度吧。哦，只要伫恁内底，这目前呢。我有烟筒温度66度，药底温度72度，哦，72度。啊，咱药底温度呢，一定要烘烘烧三工，哦，像我这样烘烧三工，等到药底温度达成到200度啊，哦，达成到200度，咱甲达到阿边烟筒的部分，烟筒啊，把提掉，相对伊个空气对流较紧，顺然呢，咱这个这茶的火苗呢，给我当烟叶滴啊，开始倒起来。哦，因为顶下开始倒去，啊，今日竟然大家来到这，啊，都有这机会，我现这油门口，哦，现这闸门，哦，大家看卖一下哈。好，第二块，哦，这个是咱地方的茶的所在，哦，这就是茶。啊，咱内底遐咧，还佫有坐庄啊，哎，包括个贴米啊，哦，咱就隔开，哦，底下袂淋落来，哦，袂淋落来，哦。啊，咱伫遮伫平常，咱就写新闻烧，吼、哦，新闻烧，等下伊个底温度就升到200度啊，吼、哦，咱开始写放冷，吼、哦，开始放冷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有啊，吼、哦，这个是茶，吼、哦，哎呀，来个一个，吼、哦，哎，吼、哦，哦，茶干靠啊，咧行咧就对了，哎，茶伫靠啊，遮咧行咧，哦，来对啦，啊，咱就是要提升咱伊个底温度，哦，咱等下提升咱伊个底温度，达升到200度啊，咱、哦、开始放冷。哎，咱伫顶啊开始放冷，开始去热咧。咱本身伫顶啊，拢有水分佮油分，所以顶啊伫洗个过程上咧，也顶啊只个水分会变成水气，爱顺在烟筒佮像真安尼去浮烟。我伫真哩浮烟个用意嘛是伫烘咱内底顶啊，伫只抽一挂水分掉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啊，等伊水分浮起来，等下烟筒温度达成个80度啊，咱就到边啊遐只烟筒吧。带着咱的烟筒顶管，或者大缸、或者小缸，咱的用意呢，就是要吸咱的足醋液。哦，所谓足醋液呢，就是这个本身的水分经过燃烧变成水气，爱顺着烟筒打，爱大缸、小缸，在大自然环境上冷却、还原，吸了回来收集在咱的桶仔底。哦，这个是咱的足醋液。刚刚打么加嘞？我色个哦。来，我再来讲吼，咱个足醋液吼，伊这是黄金色个，吼、哦、黄金色个，啊一个乌麻味，臭味粉个乌麻味。哦。啊，你若讲这乌乌个呢，这个是伊底个油。哦，底个油变乌味。哦。哦，伊底个油经过高温臭干去。哦。佮上尾有台说，咱家己要食较健康个，咱家己别滴油，哦、对无？啊，你若滴油。温度控制了无好，规块臭呆，嘛是变乌。哦，吼、哦，咱用伊同款。哦，啊，因为这伊滴个油，吼、哦，经过高温，阮的温度爱达成到800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伊经过高温绝对臭呆，吼、哦，绝对臭呆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是乌乌的。啊，那滴个油咱无处用，咱就去顶关连只做处理尔。吼、哦，啊，顶关连只做处理咧，咱去用过今仔日过哩，分针伫咱个乌色个桶仔底。哦，乌色汤个底，佮伫遐点点啊困6个月，哦，6个月啊，互伊交流，佮再次沉淀。你啊，咱个过滤过，啊，过咱个瓶啊，啊，咱个分针做小管，啊，开始做翻修。啊，咱自处一般个，用伫咱个外用，伊袂当食，啊嘛袂当去喷着目睭。哦，啊，你若要漱口，消毒漱口，会使。你爱稀释，吼、哦，你自处伊稀释。哦，佮像之前有一个大哥，哦，想要在出对上你啊，赶快来只佚佗，啊，铁工都喙齿痛，哦，啊，我讲你等下过来迄边呀，我得足注意，啊，稀释，你啊，毒气毒毒的，哦，啊，你毒气毒毒的，
要退掉，爱个倒一摆清茶，个绿绿的，吼、哦。袂当吞的，咱煮出伊伊是酸性的，袂当吞的。哦，吞的会烧伤着咱牙喉，吼、哦，咱的牙喉，所以袂当吞的。爱个绿绿的了，伊也退掉。等阮一几个整个流程了，走了，伊喙齿疼，做改善啊。哦，嘛做改善啊，啊，所以伊当下嘛是头尾来灌注注意，哦，因为咱注注意本身有杀菌消炎的作用，哦，杀菌消炎的作用，所以咱注注意咧，顺便你也喷你鞋来，喷你这个脚底咧，给咱防止香干脚灰指甲，好、哦，因为咱香干脚灰指甲就是霉菌的滋生，啊，注注意本身有杀菌的作用，顺便你也喷你鞋来，喷你这个脚底，给咱防止香干脚灰指甲。啊，第二个厝咧，因为咱大人到啊，同你流脚汗，无闲规工，鞋仔脱来，一个臭咸鱼仔味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若做出来喷喷咧，出门前喷喷咧，互你无闲规工蹲喺厝，蹲喺迄个鞋仔脱来，拢袂有咸鱼仔味，因为伊它就综合掉那个味道了，吼、哦！爱改善掉你鞋内的环境，互你较袂有滋霉菌的滋生，像你防止香干卡灰指甲。啊，咱上歹用咧，就是用伫咱的烧烫箱。哦，恁若无小心叫火烫着，叫水气下着，包括太太们、小姐们，有当下整天无小心叫油喷着，同时间呢，你买去强啉水，你煮煮着就晒不喷，烫外挂你也喷外挂，然后放面顶抽一张卫生纸，佮打起哩，佮来继续喷落糖，打个喷落糖，打个喷落糖，哦，喷到一个咱糖面包安尼，哦，经过十分钟后、二十分钟后，伊就消肿退红。不会起水泡，哦，这是咱煮出用在咱的小灯箱的保温，哦，啊，包括我建议咱小姐们、太太们，你也买一罐煮出放咱的灶卡内底，第一预防小灯箱，第二呢，咱的灶卡内底的煮菜，啊，这台鱼啊，尽量有鱼臭味，先洗洗袂哩，安那洗嘛臭臭味，啊，你个手用湿布洗洗了，你煮出啊，喷喷的搓一搓，揉一揉，用水冲掉。个袂有臭臭味啊！哦，这是咱做注意，哦，咱做注意，伊会改善哦一寡气味。啊，包括咱老人家啊，哦，出来闹幼儿啊，咱进入那个藏病毒，藏病毒，安、啊、藏病毒，咱环境要哪消毒？拢用漂白水稀释，落油涂骹。哦，啊，我漂白水伊是化学溶剂。啊，你今仔日咧，咱用这做注意，哦，我会把咱当当当个讲。你今仔买一罐罐咧，有一个大桶的煮煮鱼，你买回去，加用咧泡澡，吼、哦。第，咱做环境，咱的身体的清洁啊杀菌，啊，第一，伊现个比泡温泉佫较好，吼、哦。啊，你泡澡了，泡了咧，你也洗个油涂骹，吼、哦，油涂骹煮煮鱼本身有杀菌的作用，所以伊比漂白水比用佫较好。啊，而且伊是天然的物件。袂有漂白水遐化学残留，啊！你油涂得啊，油油的了咧，你阁会当来杀去阿你的菜，阿、啊、你的花，吼、哦！伊在用减少蚊虫的滋生，啊，包括遐斑虫、遐虫嘛，较唔敢挖进你的种的菜，吼、哦！安尼嘛，食起来较有机。佮像咱一挂农友，伊拢会在台湾收集蚊虫，煮出伊爱个去野菜，吼、哦！因为稀释喷菜，吼、哦！啊，做一寡咱的有机肥，吼、哦，这是咱的主厨艺，吼、哦。啊来，咱热底咧，哦，继续燃烧，各位，爱等个四天后，吼、哦，咱焚烧三天，啊来放凉差不多四天，哦，大概一个低温度达成个800度啊，咱个来放油，诶，咱个部分咧，咱用淡竹皮盖起来，即个通气孔咧，咱用火炉头按起来。即、这个闸门孔，咱用个红色个软土来裹起来，表面的空气再做进去，把咱内底底下倒完，倒起底下咧，个避尘壶啊，倒落去底下，等药底自然冷却七天，哦，七天后，咱药底温度低到50度啊，咱个听药门，哦，赶快人入去内底，把咱托片扫做进去。啊，托片啊咧，一般是咱个家庭方面上，因为咱个离水。咱煮汤姐姐有一款无好的矿物质，包括石灰质。好、哦，咱滴汤片啊，对青水做火滚的过程中，吼、哦，我阁强调一下哦，滴汤片啊，一定要对青水做火滚。伊滴滚的过程中，滴汤片啊会吸收咱煮汤姐的石灰质，包括无好的矿物质。
所以咱这块乌土边啊，吸收到比白土边啊，就是表示个介面子已经吸收到八分啦，咱就卖用啊。哦，相对伊经过地土边个改善了，咱个地沟边、地沟墘嘛，较袂有地带。啊，就算有地带咧，你用一个地波啊，刺一个刺起来啊，已经把这石灰质软化去啊。哦，所以咱个水顶面较甜、较甘。啊，你啊相对用伫咱个煮饭同款，你用一块地土边啊，等伫咱个饭中切米，互伊做块滚，吼、哦，互伊做块滚。所以咧，你只饭咧，白米饭咧，若煮起来，真正就非常的甘甜，啊嘛较 Q， 相对嘛吸收掉了白米饭顶面的农药残留，吼、哦，农药残留。所以咱个白米饭咧，你只白米饭若经过煮饭做块滚的咧，你卖只冰，啊，放伫大自然环境上，啊，差不多四天以上，较会转黄，较会氧化，因为伊改善水质，所以咱个白米饭延长它的氧化时间。啊，不然那白米饭你白冰过冬，绝对个转黄啊，一个氧化去啊，啊，个一个膨胀味啊，哦，个一个膨胀味啊，啊，你若经过煮蛋软化过，吼、哦，就不会有这种现象。啊，这是咱第一个咱伫煮个部分，啊，伫环境呢，咱拢用伫咱个三毒鞋仔柜内底。哦，像即阵仔靠伫落雨，衫橱、鞋仔柜内底拢有较有湿气。啊，煮蛋面呢，就放伫咱个衫橱、鞋仔柜内底，也吸收即个湿气，包括吸收咱衫橱内底臭扑味。所以咱个鞋仔柜、衫橱较袂安尼生扑，哦，较袂生垢。啊，你个煮蛋面呢，你用煮个时间，会当个手在碰一碰碰个，一直重复使用。好、哦，咱个伫咱个环境衫橱个，咱会当一直重复使用。啊，伫咱煮饭个，咱都建议使用一个月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内下水个咧，就是即个乌土片啊，去想讲变白土片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煮饭个换煮饭个，下水换下水个，啊，咱环境用用个，吼、哦，等他们区隔开来，卖重复使用。啊，无哦，你跟你杀毒个，跟内底个先爱煮水哦，了，你水点就加一杯，吼、哦，加一杯，加一杯臭扑味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来区隔开来。哎呀，工业用的进步尽量咱交予咱的做大的供应商，金工牌开饮机，伊所有的地区工业内底主产地就是咱所供给的，吼、哦。啊，其他的咱就找其他厂商，哦，去开发其他的商品，哦，衫裤啦、牙膏、牙刷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甲恁讲这句啊，咱台关于平呀，吼、哦，咱就提供竹炭水，吼、哦，大家啉。啊，咱是茶水，哦，做水滚过，啊，包括有讲的竹炭花生，会当给大家试吃。哦，爱卖小温度，咱们吃多刀，惊咬坏去。那猪蛋粉哦，也过他有讲话，也帮咱排毒。你们刚摕来，也帮咱排毒。啊，所以你啊，吃猪蛋粉、猪蛋花生，加一个量，第排便出来一定是黑色的。因为猪蛋粉是天然染色剂，佮像咱伫吃红色火龙果同款，排便出来是红色的。啊，吃猪蛋花生出来排便是黑色的。第一，也吸收这个排毒的，啊，你排便有一个无好的气味。但是呢，你吃一段时间了，会大大改善啊！以上就是咱煮蛋整个所提过程，而且大会做些介绍，啊，带尽快门市保养哦，喝煮蛋水，吃煮蛋花生啊！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来，咱大家对咱们市保管哈。啊